大家好，我是 Frank，欢迎来到今天的 English for You。想必各位同学一定都很喜欢看漫画书吧？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特别有名的漫画书的主角，它叫做《a s t r o Boy》，中文翻《原子小金刚》。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漫画？知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文章。首先，在文章的一开头说 o s a m 先生乃是 Father of a l e m e 他被认为是日本人热爱漫画书。 最主要幕后的推手，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 astro。Frank 要提醒大家，这个 astro 实际上它是来自于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指的是天上的星星。所以从 astro 当中，我们可以衍生出来两个单字，第一个是 astrology，astrology 就指的是占星术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研究十二星座对人的影响。 另外一个跟 a s t r o 有关的字叫做 ast astronomy，astronomy 则是用现代的科学来研究天体的运行，所以它叫做天文学。也因此，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Astro Boy，实际上在台湾翻作原子小金刚。而今天在这句话当中啊，除了 a s t r o 这个单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句型是“是什么为什么”的说法。 英文当中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用 regard 这个词后方加上授词再加上一个介系词 a S 比方说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英文就会说 people regarde 爱因斯坦 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这里的 regard 就是是什么为什么 而这个地方除了用 regard 这个字，Frank 要提醒各位同学，你还可以用 think of，甚至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叫做 view。今天 regard、think of 跟 view 后方都是加上受词，再加上 as。当然，这个片语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被动语态。爱因斯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被认为是，你改成被动就要说 be regarded as。 甚至可以说 be thought of as，或者你也可以说 be viewed as，都是相同的用法。而今天在这个句子当中，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片语叫做 responsible for。实际上，responsible for 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的是负责。比如说，他负责我们公司的顾客服务。He is responsible for customer service in our company. 但是 be responsible for 还可以指的是造成，所以比如说水灾就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The flood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many people。而接下来的文章说，虽然这位先生已经不幸过世了，但是他的名字仍然为人所知。为人所知，今天用的这个字叫做 well known。Frank 要提醒大家、嗯、，well known 的比较级并不是在前面加上 more。 而是要把 well 改成比较级，变成 better，所以 well known 的比较级叫 better known，而最高级、最有名、最为人知的则要叫 best known。这是我们上半段的课程，我们先休息一下。